每天都要给人新的面貌。这个领带今天不应该再戴了。我不是给你准备了七根颜色的领带吗？你这往哪儿开啊？出去偷游戏。停车！是我让你透不过气了，是我不让你往天上飞，是我不让你追你的梦想了吗？这就给你送吧。干嘛？一走就是一年，下次见面，要是谁都认不出谁，哎，哎，你再想想清楚好吗？为什么要去北京呀？为什么要去救一个半死不活的公司？说是一年为限，可要是一年以后没救成怎么办？到时候连一个替你收尸的人都没有。一年后我就三十了，你一个人可以立业，可我需要两个人成家。你站住！想分手就直说嘛！你跟我好，根本就是为了我的车，我的钱。再等一年，一年难道就等不了了吗？要么结婚，要么分手。对不起。清晰，明杰，清晰，清晰，我真的爱你。清晰，清晰，清晰，我真的爱你。清晰，哎，清晰，我错了，对不起。管你！哎，清晰，你干嘛？你看我干嘛？开车了，开车了！放了，清晰。哎，清晰，你干嘛？小姐，去哪儿？机场，伦敦。喂，不就一年吗？一年有什么不能等的？如果是真爱，有什么不能等的？为什么没有一个男人愿意等？女人还不一样。怎么说？我要去北京，一年，一年他都不愿意等。你的东西，都帮我扔了吧，该拿的我已经拿了。哎，手机也不要了，送你了。如果一年以后还没有停机的话，我可能会回来找你的。那我等你啊，那我等你啊。